哎呦我的妈！不说别的，继续唠。哎，我还得不能停，还得想词儿，让他一直听着我在说新鲜的话，大脑不停的识别，不停的运转，然后呢，才能一点点说不行，我这个识别不过来了，系统这块有点问题了，我赶紧睡觉吧，这才行。所以说，并不是我爱唠叨，而是说他需要我在无时无刻，在他困的时候不停的唠叨，然后呢，还得做好安保工作。哎，这块呢，闺女，爸爸愿意这么做，也可以这么做，但是咱尽量多配合一下。词儿呢，爸文化水平有限，并不是那么有词儿的，所以说呢，插一不二，说两分钟你就睡着了得了啊！哎，要不然你老让我这说吧，我也说不出来太多了，知不知道？但是总体而总而言之就是啥、啊，爸就一个中心思想，就希望你呢快乐长大，好好哎，来，真的往后躺一躺，靠吧，你还不让靠，必须得唠，你就咋整可拿下。